張國柱議員。多謝主席。主席，我建議削減分目000總目142裏面的1億504千元，500004千元，這個是中央政策組的全年經費。因為我覺得發展到今日，中央政策組已經成為香港官商政股的一個俱樂部，不要說要公帑支付經費，就算他們是自負盈虧，很多人都覺得現在這個這存在方式只會是一個社會進一步腐敗的冤鬥。中央政策組屬於一個智囊的機構，在回歸前89年由港督魏奕迅成立的。當時的中央政策組主要的職能就是向當時的港督、布政司和財政司提供意見。回歸之後，中央政策組繼續存在，依然是特區政府的最高智囊的機構。其實世界上不同的地區和國家出現民間或者是官方的智囊組織，可以說都是一些常態。就算在中國的歷史上面，從春秋戰國去到開始已經是各國國君禮賢下士聚集有學養智謀的知識分子入幕擔任幕僚或者謀士。講起知識分子參與政府的工作，這幾年我很有感觸。一方面，這個是社會上面知識分子參與社會貢獻個人所長的一個平台，是推動社會進步的一個力量。元首禮賢下士，因為大家都知道知識是社會的財富，知識分子亦都很難得。但另外一方面，權力的垂青又成日使到其中一些飽讀詩書的人淪為權力的奴才，使古今社會一直推崇備至的傳統知識分子應該擁有的學術思想的獨立性蕩然無存，使到知識才智在權貴的面前喪失了自身的高尚，亦使到學術知識蒙羞。我當然不是一面地負面看學者和權力的關係，亦不會抱著一個為政府工作就等同於喪失獨立人格的簡單角度去看。但事實上，權力永遠是一種誘惑力，越靠近權力誘惑就越大。因此學術界參與政府的工作是需要有堅定的獨立人格才能夠做好他的工作。倒過來說，一個公正而實事求是的政府真正需要的不是附和的人，而是擁有獨立見解、真知灼見的人才有實質的意義。一個實事求是的政府不需要有應聲蟲，而一個知識分子更不堪的就是墮落成為政府的打手，借學術之名行偽學術之事，蒙騙大眾而害社會。一個政府高層的智囊組織是一個為滿足政府決策需求和回應民間的一個機制，首要的條件是需要融會多角度、多論點的發展觀，需要獲更多的準確而符合事實的社會資料。可惜回歸以來，中策組可以說是一路沉淪到底，已經不務正業，並且成為政府的打手和奴才。回顧89年至到回歸之前的港英年代，中策組是當時香港政府最高的決策者，即是港督的智囊。工作範圍和現在大致相同，就是擔任收集民意的工作。但當時的成員來自不同的領域，比較廣泛而較少親疏有別的味道。成員大致可以港是來自五湖四海，吸納社會各階層不同政見的人士，例如關心基層的李卓人、中產一些的較為西化思維的陸公衛、關注貴佛社群的何喜華、有左派勞工背景的程介南和陳婉嫻，以及傳統四大專業界別的吳凱兒等等，甚至請來民建聯的總幹事謝艾倫先生出任中策組的全職顧問等。這一
位親北京的政黨的要員成為首席顧問顧汝德的副手。這些掌握不同社會階層脈搏、來自左中右的社會的精英，配合具有能力的公務員隊伍，學有所長地以專業的研究隊伍，就構成當日民意收集的系統。沖澤組亦都會邀請傑出的商人、專業人士、學者和社區領袖以兼職的顧問形式參與，互相補充，廣納民意。我不是說港英政府時代的中策組是完美無瑕，它仍然是有透明度不足、基層的代表的比例不足的問題，但總體而言起碼能夠做到實事求是。主席，2012年卸任的中策組的前全職顧問劉世良先生在2013年有一個關於中策組的訪問是值得一讀的。劉世良早於92年已經是擔任港英政府中策組的非全職顧問四年，而當時他的正職在民主黨做政策研究員。他說當年的中策組的首席顧問顧汝德說過，中策組不需要港督的粉絲，而是要客觀評估政治的形勢，提供適切的意見的人。2006年劉世良先生重返中策組擔任全職的顧問，但他指當時的中策組，而家引述，已經淪為一個民調機構和拉攏親北京建制派人士的平台，失去昔日政治評估的能力。非全職顧問都是充斥着一些富二代和建制派的政治人物，他們來開會的心態也與回歸前的顧問不同。很多人把每兩星期召開一次的中策組會議當作是發表政見的場合，引述完畢。他更加描述現時非全職顧問的水平，引述，現在每次會議都會有官員向在座非全職顧問作簡報，例如會議討論財政預算案時，就由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官員向出席者講解制定財政預算案的程序。可是他們原來應該是學有所成來給政府提供意見的，為什麼現在卻反過來要由官員給他們作簡報？劉世良坦言，大部分中策組的非全職顧問都沒有給政府很多意見，中策組會議漸淪為吹水會，引述完畢。這些表述和近兩年社會大眾的觀感基本上是一致的。首先，沖澤組的委任已經不再有廣泛參與的元素，反而任人唯親，而且很多的成員都是表現不稱職。舉例，2011年非全職顧問的名單裏面就有前港澳辦副主任陳再義的女陳晴、全國政協委員施子清的仔施榮恩、前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黃寶恩的仔黃友嘉、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的仔范俊華、全國政協委員胡發光的仔胡曉明等等。而且有報章統計過，這一班建制二代的出席率是非常之低，例如陳晴在全年的21次例會上面只出席了9次。民建聯副主席張國軍以及鋼鐵大王龐鼎元的孫龐建儀的出席率更是不足四成。另外，中策組的工作內容亦非常之神秘，例如有記者查詢中策組去過去召開21次的例會其實是討論啲咩題目呢，發言人都以討論內容保密為理由拒絕回應。主席，討論緊乜嘢題目都唔公開，用公帑做嘅研究報告就更加唔公開啦。中策組網站公布嘅研究項目一般都只有報告摘要，而且係極為簡略，公眾無法知悉研究項目嘅成果。而呢啲做法既剝奪公眾嘅知情權，其實又窒礙咗學者同埋民間智庫人員嘅參與，研究成效大打折扣。
再例如上一任的中策組在2007年至2010年曾經進行過五項社會很關心關於退休保障的研究，就從未向公眾發表過任何詳細的報告，社福界是非常不滿。大家應該記得2012年中策組收回研究資助公每年2000萬的公共政策研究的經費的事件，中策組從此就自己負責公共政策研究資助計劃的管理工作。根據新的安排，中策組是將負責擬定研究的方向和題目，審批科研機構的申請和監察進度等等。其實研究資助局負責審批公共政策研究這個方法一直是行之有效，而最大的優點是學科專家評估研究的價值，保證了一定的學術水平和中立性。中策組其實是有政治背景，亦沒有足夠的學術的地位，審批研究申請難保中立性，亦沒有學術的保證。記得去年卸任研資局主席的錢大康教授接受訪問的時候，語重心長地表示期望中策組日後尊重學術自由，確保研究質素和原創性，期望中策組的評審委員會能夠秉承研資局的核心價值，尊重學術自由、政治及商業取向的中立，以及嚴防學術造假。雖然新改動為時尚早，不過我亦都可以話俾錢教授知道，你的期望可能會落空。更要命的是中策組已經從幕後走到幕前，介入政府的人事任命，奪了局長的權，到處安插親信。有報章的分析指，中策組全職顧問高靜芝現在成為委任諮詢委員會和法定機構公職的揸鐵人，負責物色及安插支持政府施政的親信。其實中策組首席顧問邵善波其後亦公開證實，特首梁振英已經發出指示，近4000個官方委任的公職，就算是校長、校董等等的任命，都要經過高靜芝女士。主席，中央政策組已經變質，成為特首繼行政會議之後另一個政治籌作的一個組織，亦是城中權貴的一個遊樂場，更加是建制二代攀附政治權貴的一個育嬰院。一句講曬，中策組其已經是一個愚民的機器，是官商權貴私商授受的會所。正如有學者指出，中策組原本掌握民情的功能早已經是廢了武功，淪為政治分赃的一個場所。這個機構市民看到都眼怨，其實不應該存在在香港，更不應該動用香港市民的一分一毫。為此，我在今次的財政預算案的審議會議上面是要求取消中策組刊於分目000總目142裏面的1億500萬04千元的經費撥款。主席，本人謹此。